他蒙上点儿。发烧了，手心是亮了。我正在，你还吃醋？姐姐不舒服了，女儿。是是。那一天妹妹要来了以后，妹妹吃醋咋整呢？我咋整呢？是不是？长大了要学懂事点儿呢。来，中午来，中午来我俩。好了，再让你干两天呢。那我这儿不行了呗。好的。啊。上头爬叶来了。傻过来，你都快疼过来了。透透透透透透透，少着呢。少了。女儿，你怎么夸人家实在？还蒙蒙呢。嗯。有哪有的好了。嗯，我也蒙。你咋的了？你说。你有点蒙。我看你。有点蒙的大针。也蒙吗？不蒙了。好多了是吧？嗯嗯。验证就不供了，验证把你给那个裸的了。验上来很舒服。发炎了不是咋不是？那么走点号儿中，我叫你拉耳扣，你就走着发炎了。我耳朵痒痒了。我那混两天了。好多了。这结束的时候都手机出事儿。操！你咋的时候了？他摸了呢，他摸一会儿水了，那个卫生间，这样会有的过程，我也是专家。可不是，还有六个没治好了。晚点了。你得吃那。你这水能吃那个？我这水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喝多了，就喝多了，就喝多了，喝多了现实。这个事儿我真是牙疼，我受不了了。可疼吧，这个还得拿药，烂死人，俩人都不舒服。没事了，我那你这腿。雪。那么。你给个谁？干俺们爸爸的苗。给谁一会儿？给谁一会儿？好。去看山寨了，今天再行两个手。大家好，我是三爽，就俺这边也有个走歪的，人三爽要往陈家园开多少人，今天去开个会，咱妮儿都安排好了，叫他该谁谁一会儿。那边妮儿都是发火了，先往上上上上来。十个人，今儿顺便上俺吃去，十个人叫好那边。今儿给咱们炖点饭，就白条吃，蒸米大饼。今儿都冻起来了，冻了当当了，嗯，用水冲一冲吧。你都往两边吃，知道了呗？吃你想往哪往哪？吃那个吃土豆肉粉条都要是吧？嗯。吃哪呀？嗯。真香啊！出锅给吃完来。
还有一股，这里边都是汤汁儿、粉条，都是个黏糊的，倒好吃嘞。也都是粉条，都弄里边了。就里边人物一两回的，我先吃个肉啊。今天炖肉非常多，哎呦！来，你说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唱睡了黑夜，唱睡了星辰，在你踏上离别的火车，那一刻我只顾着流泪。